弟兄姐妹要开始本周的敬拜，今天我们会唱什么歌呢？是不是很期待呢？我鼓励你有一个期待的心，当我们期待神在我们生命中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行神迹，透过歌词对我们说话，透过歌词释放他的神迹，当那个歌词或者是也许等一下的领圣餐奉献或是讲到那个话成为你的 Rhema， 你有那句 Rhema 就很像彼得能够走在水面上一样，你可以胜过风暴，你可以胜过这个环境，有上帝的话你抓住了得着改变。所以呢，你要好好来敬拜，让我们在敬拜里面专注的看见神，然后在那个敬拜里面预备自己的心来聆听，来倾心吐意，来得着上帝要给你那个话语，然后上帝的大能那个 Rhema 要在你生命中彰显大能。让我们一起来敬拜。
身有余，有谁能控告圣洁选的人？有基督已经成我唯一，有谁能定我们为有罪？有基督已经为我而死，有谁能基督已经爱我到底，靠着那深爱我们的主，我们都已经得胜有余，得胜有余。
跌倒七次都比心情，我强壮如同狮子，我是一人，我已被高举，我是一人，已承受世界，有公义冠冕为我存留，我的道路就谢谢你，让我们再次的透过这首诗歌，再一次的宣告，我们真知道，我们已经因信称义，我们是义人。主耶稣，谢谢你，如同你自己在经上所记的，义人的路必如同黎明，直到日午，越照越明。谢谢你留下的应许给我们，主要使我们真知道，我们会越来越好，也会越来越像你。谢谢耶稣，这是我们的敬拜，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感谢神。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领圣餐，不论你是在线上或是在现场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欢迎你。只要你能够辨明这是耶稣的身体，这是耶稣的血，你知道耶稣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并且背负你一切的罪、定罪、诅咒、疾病，并且一罪不量罚，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只要你都同意我上述所说的，然后你也愿意相信耶稣，我们都欢迎你跟我们一起领圣餐。那我们当然还是鼓励，就是圣餐饼还是准备无效的。可是如果你真的在很紧急的状况下，那也没有关系。可是既然是主日圣餐了的话，我相信应该都是预备好的，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尽量就是用无效的饼。那如果你真的找不到无效的饼，其实你就是去房间买那个饼干，只要没有添加酵母都是可以的。对，那如果有长期看我们收看我们的信息的话，你就会知道巨星牧师有时候也会用葱油饼代替。那葱油饼就没有效，就也是可以的，只是一般我们还是会就是用没有味道的饼去使用，是避免我们在吃的时候只想到啊葱油饼好好吃哦，忘记纪念耶稣了。对，但是不是说葱油饼不行，所以如果你的饼比如说是有口味的饼干，只要没有酵母都是可以的。因为重要的是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定睛耶稣，并且知道耶稣所完成的工作，我们就如同好像在相信弟兄姐妹有在读圣经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带着他的门徒们一起过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其实那就是圣餐了。
所以其实让我们好像可以在读那个经文的时候，不只是好像读过去，乃是你也可以身在其中，你可以感受到耶稣他已经要上十字架，他即便知道那么的痛，因为那真的是酷刑，而且他在上十字架 的刑罚之前，他还先被鞭打，所以因耶稣受了鞭伤，因耶稣受了刑罚，我们能够得医治得平安，而不是只有灵魂得救而已，神还要给我们很多的祝福，但是我们要愿意让他来祝福我们，我们不要紧紧抓住说我可以我可以，当我们愿意放下我可以交给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能够介入你的生命当中，当你不再做你自己生命的主，乃是让耶稣介入成为你生命中的主的时候，你的生命真的会不一样。鼓励弟兄姐妹，你真的是每一次在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你就是纪念这一切，并且也好像回到最后晚餐的 那一夜，耶稣带着你一起领圣餐，那是何等美好的，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他知道那是非常痛的，可是他为了爱我们，他愿意为我们上十字架，而我们也只要愿意耶稣为我们背负这一切，他要跟我们交换，而他是没有犯罪的，他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他愿意跟你交换，你有什么好不要的呢？阿们。好，让我们就一起拿起我们预备好的圣餐饼，让我们拿起我们的饼拨开，我们宣告，这是耶稣的身体为我而舍的，我每逢吃的时候如此行，就是纪念他，纪念耶稣已经完成的工作，谢谢耶稣背负我们一切的罪、定罪、诅咒、疾病，我们一起领受，并且我们也举起我们的杯，我们辨明这是耶稣的血为我们而流，他已经用他的宝血接近我们，所以我们已经不再有罪，我们已经被称为义，我们已经被赎回，并且与神立这新约，我们有约的保护，我们已经在这恩典新约之下，不再有刑罚，不再有诅咒，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疾病，即使那是在天上才发生的，但我们知道在地上神也要帮助保护我们避免那一切，因为耶稣说不要怕，我已经胜过这世界，耶稣要将那胜过这世界的能力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依靠他，我们在约的保护之中，这是耶稣的血为我们而流，我们一起领受，让我们一起为我们所领受来祷告。亲爱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舍了你自己，并且你完成这一切，使我们真知道我们已经在你的里面，你帮助我们，保护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定睛你，透过你得着那个胜过这个世界的能力，主要是我们能够真的活出那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主啊，谢谢你影响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能够影响我们身边的人，主啊，即便我们还在软弱中，即便我们仍有软弱，可是天父却透过耶稣来看我们，所以使我们可以不在我们的软弱中，即便在软弱中，神你也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并且帮助我们能够越来越好，谢谢耶稣，你何等的美好，谢谢你完成的工作，谢谢你，你的肉真是可吃的，你的血真是可喝的，我们既已吃喝，我们就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感谢神。那不论你是在现场的或是在线上弟兄姐妹，奉献有很多种管道跟方式，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奉献。我们真的是鼓励弟兄姐妹，你们要先知道你为什么奉献，你心里不要做难，你如果心里做难，你要想一想，我真的明白清楚知道奉献的意义吗？然后奉献有十一奉献，有慈惠捐，有各式各样的奉献，那圣经当中特别有记录到的是十一奉献里面真的有特别的祝福，
所以我们真是鼓励弟兄姐妹你们来试试看十一奉献。那如果说十一奉献完之后你还很丰盛你很富足，你还想要做其他的，或是在教会事工上你看到有什么缺乏，你想要帮上忙的话，你也都可以有其他的奉献。那当然除了奉献以外，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也很需要你们的服侍。对对对对对，传福音恩典是白白的，可是你们知道传福音这件事情本身是需要很多资源的。比如说我们在网络上传福音，我们就需要花时间录影片啊、剪辑啊、做字幕啊、校稿啊，这些都是需要同工的。然后我们现场聚会，我们要有招待啊，要有音控啊，然后要有同工帮忙收奉献嘛。对，所以恩典是白白的，可是传福音这件事情其实是需要付代价的。那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你已经领受这一切丰盛富足了，而且你是有余的。好，所以 我们不是讨论说你是负债的人，我还一定要求你十一奉献吗？那我们当然是先为你祷告，你可以离开你的负债嘛。但是当然我们还是鼓励你，那个负债的原因其实还是最好是来找一下你的小组长咨询一下。是有时候说实话，你越是有负债或是你有经济状况的人，我们其实是更鼓励你十一奉献的。因为当你愿意十一奉献的时候，表示你要将你的财务我知道我在台上经常讲，反正牧师会帮我补充，哈哈哈，就是钱财其实本身是不公义的。当你不十一奉献的时候，就表示你要靠你自己的努力，你要脱离那个负债啊。说实话，你就是没有办法，所以你才会一直在你负债的循环当中。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脱离你的负债，其实你更应该可以先来试试看十一，让神介入你的财务，使你的财务才有可能经历超自然。你的财务如果没有经历超自然，请问你要怎么脱离你的负债？对不对？你就是一直在那个负债的循环当中，你就是还不出来，你才会在那个负债里啊。你就是希望经历那个财务的丰盛跟财务的神迹的祝福，你才有可能进入财务的自由嘛。那所以你当然要邀请耶稣这个最富有的丰盛的神进入到你的财务当中，进入到你的财务系统当中，拦截住那一切使你就是可能是偷窃杀害毁坏你的那一切的原因，你才有可能从财务的困境当中走出来。那当然这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一些辅导的，可能是我们对于用钱的态度啊等等这些的。所以我们都鼓励就是说你可以来试试看十一奉献，然后并且找你的牧养体系来协助你。那当然如果你是在恩宠教会十一奉献的话，你可以找我们来协助你。好，所以真的是鼓励弟兄姐妹你们要一起来经历十一奉献的丰盛跟祝福。那所以如果你还不清楚的，不奉献也没关系，你要知道上帝一样爱你。但是如果你想要真知道怎么样可以更丰盛富足啊，真的是来经历十一奉献的祝福。然后如果任何不清楚，你可以上线上看我们已经录好的影片，或者是你觉得你看完了还是不懂没关系，还是有很多弟兄姐妹看完他还是有一些东西不明白，你可以再到论上我们的下午12:30到2:30巨星牧师有在线上有一个线上小组，是真人哦，不是影片哦，不要误会，是真人哦，是真的是那个 face to face 的，然后是台北时间的12:30到2:30，都欢迎弟兄姐妹，你们可以上线跟巨星牧师一起互动，并且提出你的问题，那巨星牧师都会很愿意的来回答你们。所以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不管是写信给我们或者是到论上直接询问巨星牧师，我们都是敞开的，都欢迎大家来这样子。好，讲那么多，如果你是在线上弟兄姐妹，你可以使用这几种方式奉献。那如果有任何奉献的问题，好，对，尤其是最近如果你收据还没有收到的话，请赶快与我们联系。对，好，那就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悦纳我们，并且你不只悦纳我们的钱，你更悦纳是我们的心。主啊，谢谢你，我们摆上这不只是金钱，更是我们领受丰盛富足欢喜快乐，要将神你当得的十分之一给你的心，祝你更加的喜悦我们。主啊，并且不只是喜悦我们，你也喜悦我们在各样事上要
来投靠神，依靠你的恩典，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心。主，谢谢你帮助我们天天经历你的恩典。主啊，即便在困难或软弱中，神你也总是透过各样的，不论是环境或是弟兄姐妹，来鼓励帮助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永远在我们身边，对我们不离不弃，并且也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来紧紧的依靠你，并且我们知道不是我们抓住你，乃是你抓住我们，无论在何样的情况当中，你都爱我们。谢谢耶稣，谢谢你悦纳我们所有的一切，将这金钱摆上为主使用。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所以开始讲到之前呢，请务必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想要做这些事，因为耶稣爱我们，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我们要把上帝的美好分享出去啊，这是一个最好传福音的方法。 OK， 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无论我们做不做这些事，神都爱我们，但是神既然爱我们，我要把这个美好的爱分享出去。所以让我们务必把它分享，把它按赞，这两个很容易的，就按赞分享，那个无限，你想要分享你就会分享。总而言之，把耶稣传出去。让我们起来祷告。就是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我们也许觉得为什么很多美好的事发生在我旁边的弟兄姐妹身上，其实首先你要知道，那个弟兄姐妹也有他自己的十字架，只是他不是在台上分享，他自己与神一起面对。所以你要知道，你不是唯一有苦难的。主耶稣说他有苦难，你有苦难，但是他胜过世界，所以他也要教你如何依靠神胜过这个世界。所以不要担心，并且你要知道，神是不偏待人的。他既然祝福你，他既然祝福了别人，他也要来祝福你。而且你就是义人，义人日子如同黎明，直到日午，越照越明，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谢谢耶稣，谢谢你。主要祝福我们今天有倾听耳跟倾听的心，听见从你来的 Rhema， 走在水面上。主要当我们听到你来吧，我们就走在水面上，然后神迹就要发生。无论你的经济，无论你的身体，无论你的关系，无论你的工作，你的投资，你所做的事，神的心意要医治，要恢复。谢谢主，你也已经分别为圣孩子口跟孩子的心，把耶稣基督分享出来。谢谢耶稣，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你的话语是亮光的入口，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进到那里头，主啊，然后打开发出亮光，看见神迹发生。谢谢耶稣，奉耶稣名祷告，阿们。好，约翰福音六章四节请念。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好， OK， 其实我们往前回溯了，因为我们现在又回来讲约翰福音。好，很特别的事情是，我们前一阵子我们讲了好久，讲了几个月都没有讲到约翰福音。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没有记，所以呢我们回来讲约翰福音。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很多事情。然后呢，所以我们约翰福音一开始这个部分是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讲，所以呢到现在已经讲了4个多月。 OK， 然后呢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是很有趣，我们有点搭上耶稣的时间。为什么我要特别用这页祝棚节跟逾越节这两个节就差不多半年。好，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来抓出耶稣的时间，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故事。然后我们先看看我们从一月的那个时候到这个逾越节开始，如果我们回到耶稣的时间。好，然后后来发生什么事，请看下一页。好，6章9节请念。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好，所以念到这个经文，大家记得发生什么事，就有啊，5饼2鱼嘛，5饼2鱼的神迹。 OK， 5饼2鱼的神迹就是一个小男孩，他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结果就分给5000个男人，包含他有女人还有小孩，所以一定是上万人甚至2万人。 OK， 好，然后其实之后又发生了7饼几条鱼。好，每次都差点讲错，因为4000男人。然后呢这个约翰福音反而没有记。 OK， 可是没关系，5饼2鱼记了。然后再来5饼2鱼之后，紧接着发生什么事，就是5饼2鱼这餐结束的那个晚上发生什么事，请看下一页。马太福音14章29节请念。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好，这就是我们很重要，我们也常常在说的彼得走在水面上的故事。耶稣走在水面上，你觉得哦，很了不起啊？问题是耶稣100%的神跟100%的人，耶稣走在水面上 OK 啊，因为他完美嘛。问题是呢，彼得都可以走在水面上，你怕什么？
但是并不代表他每次都走在水面上，他不是在泡澡的时候，就浮起来，永远都不能泡澡，泡温泉，大家都在水里，只有他在，那谁要跟他泡啊，对不对？看着他，对不对？没办法，没有水遮嘛。好，我在讲什么？好，像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很爱泡汤，对，所以我们都常常去泡汤，对。可是如果他会浮在水面上，我才不想要泡汤嘞，对啊。好，耶稣说你来吧，所以彼得就走在水面上。这是很神奇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他得到了你来吧这三个字，中文三个字，然后好，然后呢，他有这个 Rhema， 他就可以走在水面上。所以为什么要听讲道？为什么你要按照顺序听讲道？为什么你要也许你就是固定，也许你的顺序不一定是每个礼拜天，因为你可能工作的关系礼拜天不行，没关系，你就每个礼拜三每个礼拜四特别分一段时间出来，那就是你的主日时间。然后你就是那个时候听，你只要是按照顺序听，神实际上要透过那些对你说话，你就有一个 Rhema 迎战你本周的挑战。大家记得哦，义人的其中一个祝福是什么？生命记二十八章的祝福是什么？仇敌从一路来攻击你，然后呢他会自己逃跑？不是，他要被你杀败，从七路逃跑。什么意思？他是被谁杀败？被你杀败。首先他不是杀败你，他不是杀你或打败你，是你打败他，可是你要去打败他。那你知道新约的属灵征战是什么？心思意念。所以很多时候你有一个沮丧的感觉，或者是你有一个低沉的感觉，或是你觉得一个压力，或是突然间觉得、该不会我的孩子什么了，该不会什么怎么了的时候，你要打败他，你要转换你的心，你要定睛耶稣已经做成的工作。我知道有些时候不容易，特别是环境物质界你看到的事情是很沮丧，这个时候其实你要进到神的同在里去支取那个力量去得胜，然后你拿到这一句 Rhema， 然后你就走在水面上。哎，彼得走在水面上的时候是大风，大风就会有大浪，然后呢彼得就可以冲浪。对啊，哎，你不要你以为大浪都不好，很多冲浪等一个早上就等一个浪而已，你知道吗？有没有冲过浪？我都被浪冲啊，我还没学好，上次去哇一下哇摔下去这样。好 OK， 好 OK。 然后呢很多时候啊，你以为那不好，如果你能够一个好的浪来，然后你技术又够，你乘风破浪那超爽的，好不好？我是还没体会过啦，但是看影片好像很厉害嘛。好，没关系，那没办法自己体会到人生啊，不是什么事都要自己的。你看他们很开心，你为他们开心嘛。牧师你练不成就直说嘛。好啦，我承认。好啦，你来吧。然后彼得就走在水面上啊，对他而言那个大浪是他的楼梯啊，多好玩啊，对不对？但他没有走太远，可耶稣马上去救他。当他定睛的耶稣，神迹就发生。当他看环境的时候沉下去，耶稣马上救他，那你怕什么？对不对？好，所以就发生了很棒的五饼二鱼之后的走在水面上。好，然后呢那群人吃饱了，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为了吃饱来跟从耶稣。所以我们请看下一个经文。好，约翰福音六章五十四到五十五节，请念。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所以那群人因为错误的理由来跟从耶稣，所以耶稣决定让他们看见真正的应该学会的真理。然后其实耶稣是在感人，不是感人的感人。好，我讲个笑话。好好，想听感人的话吗？想吗？好，滚。这个赶是赶走了赶，这是一个冷笑话，会不会受伤？上次有人跟我讲这笑话我受伤，他说什么感人的话，我就很期待他说要说牧师谢谢你讲到帮助，他跟我说滚。因为感人是赶走的赶，不是感动的感。所以这我不是对你们说，我这是一个笑话，不要受伤哦。好，那个耶稣的感人，耶稣平常都很感人，感动的感，但是他这次是来感人赶走的感，所以是这个是感人的话，但也是真理。耶稣又感人感动的感，又感动人，感动不是他又感动人又想要赶走人 的经文。对，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犹太人是不吃人的，同时间其他人是吃人的。对，其他有那时候很多还吃人的，你知道吗？你们不知道齁，那就不要知道吧，蛮恐怖的。好，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他说的是他是有肉有血的在人前面，所以那个时候人真的以为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啊。我们觉得都很
都消毒过，因为你们你领圣餐嘛，对不对？可是他们那些那时代人却这个拉比怪怪的耶，他讲的很多都很棒，他还行神迹，可他叫我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所以呢，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什么等等，但我觉得还要到末日复活还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他那么瘦，我们有几千个人呢，不是这个问题啊。然后他还强调我肉真是可吃，我血真是可喝的。他其实讲这个要让大家不是为了吃跟喝肉体的吃跟喝而来的。所以他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就发生什么事情？看下一页，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六节，请念。从此，他们途中都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所以呢，听了这些说耶稣的肉真的可以吃，真的可以喝的，很多门徒就退去了，就没有跟耶稣。而且你看他经文出处是六六六，对对对对对，真的啊，六是人的数字嘛，人人人，对，哎，人人人什么你知道吗？是众。对，三个人是众这个字，大家知道吗？好，两个人叫虫，对，那是某一个吃牛排的店，人虫众，好，对不起，为什么要帮他广告？好，从此他们途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好，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我要让你知道，从逾越节开始，等一下要进入祝棚节，然后呢，这段时间约翰福音记的，然后再加前面四个月我们讲的，通通都是这半年发生的事。好，所以又有四个饼嘛，对不对？哎，不对，又有七个饼嘛，几条鱼嘛，对不对？然后又有变相山嘛，变相山约翰也没记，然后又有很多哎医治那个我信但我信不能求主帮助啊，那些通通都在这半年里面发生的哦。好，然后再来，请看下一页。好，约翰福音七章一节，请念。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好，为什么犹太人想杀他？他就是那个要给大家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不然我们杀来吃吧。可能有人会这样说啦，其实因为耶稣已经开始显出他是弥赛亚，然后挡人财路种种的东西，而且又妄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啊，各样事，所以他们想杀他。所以耶稣这个时间点都还在加利利哦，七章一节都在加利利。然后请看下一页。好，七章二节，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好，所以我们刚才说逾越节到祝棚节，好，中间经过了半年的时间。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圣经并没有一个经文说耶稣出来行走三年半，出来传道三年半，并没有，只有一个经文提到耶稣出来服事的时候大概三十岁。那为什么你可以说他三十三岁半走？那为什么是这样？是因为约翰福音只有他特别的会去记逾越节到了，祝棚节到了，什么节到了，用这个东西推出来的。好，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图你就觉得啊，这是什么罗盘吗？还是那个，好，那我先大家教大家怎么看这张图。首先大家看到最中间耶和华的节期，然后呢它旁边就有四季嘛，春夏秋冬，这没有问题嘛，对不对？还有梅兰菊竹，那个是马将。好，春夏秋冬之后再来中间的一圈，一二三四五六到十二月，中间这个就是我们的阳历，就是比如说你几月几号生日，就是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阳历这样子。好，就是大部分人都用的这个。好，再来外面那圈蓝色的，好，可以看到逾越节那边有尼散月，然后以尔月啊，西湾月，这个就是犹太历。其实犹太还有所谓的宗教历跟民历啊，但是我们先用这个就好。 OK， 好，首先呢我们先看，好，上面绿色的部分有逾越节，逾越节旁边有除酵节，在旁边有出手节。好，这个月叫做尼散月，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得到逾越节大概就是三四月之间嘛。所以呢我们刚才讲那些事情是在三四月一路开始发生到对角红色的粉红色那边的祝棚节那里，所以呢这样子过了半年，这半年之内发生的刚才讲的那些事。好，所以祝棚节大概在什么时候呢？九月十月之间，九月十月之间。 OK， 所以你也看到最下面写吹角节就是犹太新年，所以你会发现他的新年并不在一月一号，但是因为有宗教历跟民历的差别，所以这又很复杂，所以先不讲。好，总而言之呢就是逾越节到祝棚节中间半年。然后呢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好好查经过，特别是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你其实今天不是圣诞节，对，这个教会专门就是煞你风景，我会在复活节跟你讲这不是复活节，然后在圣诞节跟你讲不是圣诞节，我们就是来乱的。不是啊，我们在告诉你圣经原来是什么。所以耶稣大概是九月十月之间出生的，所以其实是什么时候？祝棚节的时候。好，那所以耶稣假设九月几号出生，我个人希望是九月二十号了。
因为我生日嘛。好了，好了，牧师，你一直在宣传自己生日。好了，九月多耶稣出生，然后请问一下，他出生之后，然后过了半年是什么节？逾越节。好，然后呢，所以他半岁，然后呢，过了他三十岁的生日的时候又是祝棚节嘛，前后嘛，对不对？所以他三十岁半的时候是什么节？逾越节嘛，对不对？他三十岁出来嘛，然后他走三年半，就是三十三岁半走啊，就走了。所以他经历了几次逾越节？四次。没错，因为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他在逾越节为我们死，所以他会经历四次逾越节，他死在逾越节，这有没有问题？三十岁半的时候第一次逾越节，我说他在地上行，然后三十一岁半第二次，三十二岁半第三次嘛，然后他死的时候是三十三岁半第四次啊，所以他经历过四次逾越节。然后呢，圣经有明显记下来的有三次，那这是一个有趣的查经问题，下次再跟大家讨论。 OK， 所以先跟大家讲哦，逾越节开始，然后到了祝棚节过了半年，所以我们之前我们大概讲了，在我们的时间我们讲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其实就是耶稣这半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还蛮贴近耶稣的时间。原本我想要半年跟他半年，我想要花三年半才把他讲完耶稣的故事，但是我发现搞不好我们做得到，只是因为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太重要了，所以其实后面的篇幅你觉得啊，只剩很后面，没有，后面很长。为什么？因为很多细节都是在后面发生的，你懂吗？我们以前查经过，他突然间两节就跳一年，他真的是有这样啊，所以他不是线性的平衡的，所以我们真的有机会三年半再把耶稣讲完，那也蛮好的。好，感谢主，所以现在时间是祝棚节了。好，然后呢，约翰福音七章三节请念。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好，这边耶稣的弟兄就是他的亲兄弟们，就是雅各，他有一个弟弟叫雅各，然后呢还有犹大，不是叛徒犹大，是另外一个弟弟犹大。好 OK， 他们几个兄弟就说，哎，大哥，他是他哥哥嘛，好，大哥你要不要上犹太去？因为为什么他要他上犹太去？其实旧约有规定，每一个男丁一年都要去耶路撒冷三次，请看下一页。好，生命记十六章十六节请念。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好，这个经文后面还提到，你去朝见他还要记得带礼物。对，但是因为篇幅没有写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已经得救了，我们不用付上任何代价都可以得救，只要你愿意相信，相信正确。但是为什么你现在还要十一奉献？其中一个理由是因为其实你要带礼物朝见神。好，那没关系，我们继续。所以呢，这边有三个节，除酵节就是在逾越节前后，对不对？好，就是在跟逾越节同一个节期。七七节，七乘七多少？四十九，没有陷阱，不要怕。它五旬节就是五十节，所以七乘七四十九，四十九跟五十它差多少？差一，这也没有陷阱，不要怕。所以它们有同一个节期。好，第三个节期就是祝棚节，所以有三大节期，犹太三大节期。你可以说是除酵节的节期、七七节节期或祝棚节的节期，但是你看生命记是旧约，所以那个时候没有那么明显的凸显五旬节，当然逾越节也很重要。好，他其实旧约都偷偷塞了一些新约要表示出来的东西，然后在新约彰显出来。好，所以三大节期都要上耶路撒冷。 OK， 大家会看到、哦、三大节期，好，就是上面绿色的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这个节期，再来就是五旬节、七夕节，这个节期，再来是下面粉红色，从吹角节、犹太新年开始到赎罪日跟祝棚节，这个三个节期。好，你知道吗？其实上帝非常温柔跟善良。为什么？你有发现前面两个节期比较近都在春天，下面这个节期在秋天，夏天到秋天的时候，他完全没有要这些男丁在冬天或夏天去，因为要么冷死要么热死。你知道那个太阳有多大吗？姐妹们没叫你们去就不用晒太阳，不用怕，弟兄去就好。可是很多姐妹都跟弟兄一起去也是 OK 的。好，所以你看上帝超温柔，他的节期是春天，正是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时候，在春天逾越节，冬天一结束，哦耶，我们可以去看花，然后逾越节出发，然后去耶路撒冷路上，弟兄们边聊天边看着美好的风景，然后再来下一个节期，也没差多少，就五十天嘛，再加节期前后扣一扣，又要再去一次了。所以啊，他们都没有旅游问题啊，因为他们都不用特别去规划旅游，他定期每年一定要三次旅游啊，
对不对？很开心嘛。所以国内经济那个复苏啊，然后内需问题都解决了、啊、你看上帝都规划好，而且时间很好，不是夏天，夏天会热到爆啊，以色列沙漠、欸、好，五旬节春天的后面，然后又上一次耶路撒冷，然后过了夏天开始变凉了，也不会太冷的夏天秋天之间，哎，又要去耶路撒冷了，就是祝棚节这个节期。好，然后呢，哎，你们知道耶路撒冷也是会下雪的，对，而且他们是高山，所以啊冬天舍不得你去，所以呢春天跟秋天的时候好好的享受上帝的祝福。好，顺便提一下，12月有一个修殿节，那个时候又跟后来过的圣诞节的时间差不多，上次有一次碰到一次光明节修殿节又是圣诞节，所以还蛮有趣的。可是那个不是圣经的圣诞节，真的不是那个时间，真的是耶稣诞生是大概是9月10月。好，所以三大节期，从逾越节、五旬节，然后祝棚节，你也可以记旧约的记法是除酵节、七夕节跟祝棚节。好，所以呢也有人因此说啊，耶稣是什么时候走的，离开的，以节期来说，逾越节期嘛，对不对？好，回天上嘛，对。那、啊、当然他在地上又彰显了很多时间，好 ,OK。但他死的时间，为我们死的时间是逾越节。好，然后圣灵降下的是什么？五旬节。好，那三大节期两个节期都重要，那祝棚节呢？有一天我们要跟耶稣在地上一同作王一千年，他要与我们同住，那就进入祝棚节。所以耶稣是在祝棚节左右出生的嘛，所以啊他也要跟我们一起，所以人家会说，诶，所以他们用此就可以去推算耶稣大概什么时候来。耶稣就说他还在地上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现在他什么都知道嘛，所以圣父圣子知道嘛，圣灵也知道嘛，啊，我们不会确切知道是什么时候，可是你确实可以去预备去思想这些问题。好，所以这是耶和华的节期，所以我们从逾越节到了祝棚节的时间。好，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整个圣经新约的圣经里面有提到耶稣应该经历过四次逾越节，但是清楚提到有三次，所以有一些人会认为从现在这个时间点到耶稣上十字架还有一年半，但是又有一些人认为从这个时间点到耶稣上十字架只剩半年。好，那我们下次会来查经到底是怎样，但是没关系，总而言之耶稣快要上十字架，而且现在正式进入后期，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变相山。为什么变相山很重要？大家记得变相山耶稣在那里还有两个发光的是谁？以利亚跟摩西。他们在讨论什么？以利亚跟摩西在讨论什么？耶稣要上十字架的事情。对，所以其实我比较偏向半年，还有半年的时间。好，所以在半年，从祝棚节到逾越节中间这半年，要从秋天要进入冬天，然后在春天之后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 OK， 约翰福音七章四节，请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好，人要显扬名声，这谁说的？耶稣的弟弟。耶稣的弟弟说，哎呦，你不是要当拉比吗？你不是要宣传自己的教义吗？那你就要去啊，你要趁所有男丁都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啊，然后你要去那个地方显出你的名声，显出你自己啊，然后显明自己给世人看啊。他弟弟们都不相信，欸，现在耶稣的弟弟们都还不是信徒，真的，他们是糊里糊涂。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取自周成柱牧师，你要当信徒不要当糊里糊涂。对对对， OK， 好好 OK。 所以呢彰显名声，他们以为耶稣是自己在自我宣传，可是你去看我们跟着这耶稣的故事看过来，耶稣很多时候都故意隐藏，他才不自己主动去。所以这也是服侍主的，你不要自己去追求自己的荣耀跟自己的名声，你不要把人带到你的面前，你要把大家带到耶稣面前。确实很多人会因为你的缘故来，也许他在你生命中看到见证，也许你很有爱，也许你怎样，可是你要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了解。好，所以耶稣的弟弟跟耶稣这样说，耶稣怎么回答？请看下一页。好，七章五节，没关系，不用念。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所以他的兄弟们都还不相信他是弥赛亚，可能觉得他是个拉比嘛，不然叫他去彰显自己，就是老师总要招生嘛，对不对？特别是我们教会旁边南洋街每个补习班都在招生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小时候想当补习班老师的人现在在补习街旁边开教会。总而言之就是呢，他的兄弟们其实现在也还不相信他是弥赛亚。
和后面都相信，而且都成为神所使用的人。 OK， 所以呢耶稣怎么回答，请看下一页，七章六节，请念。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耶稣啊，就对他的兄弟们说啊，我时候还没到，所以他不随便去彰显他自己的，但他说啊，你们时候是方便的，你们想什么时候就怎么做，你想怎样就怎样嘛。好，所以大家知道你们的时候便是方便的啊。大家知道什么是方便的吗？你知道外国人学中文非常的痛苦，为什么？因为方便这个词有很多解释。对，你方便的时候，我请你吃个便饭这样子，然后哦好，然后翻译你就丢到 Google 翻译，你上厕所的时候吃饭这样子，因为方便也是上厕所的时候啊。那你怎么知道？他说我还有一种面叫方便面，对不对？他方便面方便是上厕所，那个面是什么面，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很痛苦。所以你就把这些词晃一晃，还有什么所以其实这个笑话不大好笑，我尽力。好，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对，但是你们方便的时候是不方便的，就这个概念。好，所以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你们想要什么去就什么时候去啊。但是耶稣讲的一副好像他不去。好，请看下一页，七章七节，耶稣说，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好，世人现在，因为耶稣不随便去耶路撒冷，你知道吗？因为他知道一群想杀他人在那里啊，所以他不随便去啊。但是律法就要求要去啊，而且他也完全遵守律法啊。耶稣不能够一次不去，耶稣不能一次不去哦，因为他说一切的男丁要上去三次，这是旧约的要求，所以他要完全符合旧约一切要求。所以圣经并没有记下每一次他去耶路撒冷的故事，有些时候他可能只遇守节然后就赶快走了，因为天父可能没有要他这次做什么，有可能，但也有可能他去守节他做了一些医治好神迹，但是没有被记下来，是有的。因为你看照这个逻辑，他在地上三年半，一年三次就好，他最少要去个十次十几次，对不对？我们只说出来出道传福音这三年半，三年半你怎样算你也是已经超过十次啊，对不对？他圣经记过几次？没有记到那么多次哦。 OK， 好，所以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所以耶稣是有智慧的，他并不是一股脑就冲冲冲冲冲，他是被圣灵引导的。我们要懂得服侍主，不是啊，我就全心冲冲冲冲，然后就做到没力，然后就一直做到自己那个 burn out， 那叫什么？那个耗尽，然后自己崩溃。没有啊，耶稣连耶稣只有三年半，他都是有智慧的进退，就很像比赛一样。你跑马拉松，你不是从头到尾就冲最前面，你是有策略的，好不好？我的策略就是不跑马拉松，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这也是我的策略。因为我跑马拉松，我会burn out，没有啊，那要训练的，好不好？所以我的策略就是看你们跑马拉松。好，感谢主，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所以大家要懂得知所先后，被圣灵引导。好，请看下一页，约翰福音七章八到九节，请。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所以耶稣现在在哪里？在加利利。好，所以啊，耶稣现在在加利利，然后呢，耶稣很有智慧哦，他对他的弟弟们说啊，你们去过节吧。然后呢，他说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所以他弟弟们就以为啊，你不去哦，啊，你要违反律法哦。但想啊，算了算了算了，其实耶稣不能违反律法，他不能犯罪的，他也不会犯罪的。所以他讲话很有智慧，他说他现在不去，等他们走了我再去。我只是现在不去，不是我不去哦，是我现在不去了。所以要有智慧，我们可以灵巧像蛇寻那样如鸽子。特别是圣经上很明显的说，神差遣我们进到这个世界传福音，我们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要灵巧像蛇，寻粮如鸽子，因为那些都是披着羊皮的狼。所以你灵巧像蛇，蛇很多时候是魔鬼的象征，你要像他们一样的灵巧，但是你又被圣灵引导，被神所清楚的带领，然后寻粮如鸽子。然后而且那个经文后面还提到你要防备人，特别是现在这种末世的时代，你要知道有很多教会里来教会的人都不是好人，真的很多人发现，特别是诈骗集团发现教会真的是一群肥羊，超肥的，你自己就知道自己多肥。没有，不是啊，我说的是那个。好，总而言之就是大家要知道要懂得去防备人。好， OK， 所以呢耶稣说我现在不上去过节，但是之后他偷偷上去，
所以啊，他现在在加利利哦，请看下一页。好，七章十节，请念。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所以耶稣他要完全符合旧约律法的要求，所以他一定有上去，只是他不一定要明明的上去，他暗暗的去，懂吗？所以他没有跟明明去，他跟暗暗去。好了，没有啦，他就是偷偷的偷偷摸摸的去这样子。但是他这次上去了，偷偷摸摸去而已，还是显明了他自己。可是搞不好这样算起来最少十次，搞不好十一次，对不对？各个不同的算法。然后呢，有一种可能是应该是这样说，所以为什么约翰会提到很多耶稣的事是整本圣经都记不下，就是全世界的书也记不下的，因为他可能很多神迹其实并没有记下来啊。 OK， 好， OK， 所以呢，他弟兄上去以后，他的弟弟们走了以后，他就自己去了。但是这个自己去也不是自己真的一个人去啊，因为我们还有平行经文，请看下一页。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请念。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所以呢，同样的时间点，这个时间点是因为很多事迹排起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路加福音也提到了日子将到，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所以应该就是跟这次的祝棚节的时间在一起。好，那所以呢，这个暗暗去是他还带着他的同工一起去。好，所以呢，他们就去了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将要出发。好，从加利利出发去耶路撒冷会经过一个地区叫做，不会也没关系，上帝还是爱你，因为我们有经文，请看九章五十二节，请念。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你可以说会经过撒玛利亚，加利利在北边，中间是撒玛利亚，南边是犹大，犹大里面有重要最重要的城市耶路撒冷，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不走撒玛利亚，他们都绕一大圈，多走几天的路跨过撒玛利亚，因为很多犹太人是不去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因为撒玛利亚是一群混血，对，他们混血就是以前在被掳，以色列国被被掳的时候散在巴比伦什么，所以跟很多异教的人通婚，然后生出一种又是半犹太人或是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犹太人或者等等的这种混血，所以犹太人是看不起这些撒玛利亚人的，而且撒玛利亚人他们不去耶路撒冷敬拜，因为他们有自己敬拜的地方，所以他们还拿别的东西来替代了这个，它是一种混杂。可是耶稣却常常故意经过撒玛利亚，他为什么？因为传福音啊，因为爱啊。好，所以呢，他就派了使者请他们先在前面走去撒玛利亚村庄为他预备，他虽然暗暗的，但他并不是一个人嘛，所以你看他派使者，使者总也是人吧，对不对？这不是天使啊。好好，如果是天使就不用叫人家预备啊，天使就自己弄一弄就好了，对不对？好，所以呢，他就派使者在他前面走，然后呢去撒玛利亚为他预备，到了一个村庄，然后发生什么事请看九章五十三节，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原因是什么？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你要去耶路撒冷代表你认为敬拜的中心在耶路撒冷，那显然你不相信我们撒玛利亚人所应该要在撒玛利亚敬拜，所以我不接待你。以前有一次他从耶路撒冷行了神迹回加利利的路上，他经过撒玛利亚，结果被全城的人接待，后来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为什么？因为你从耶路撒冷出来啊，你还愿意来我们撒玛利亚，显然你可能接受我们撒玛利亚才是对的啊等等。可是现在是你是要去朝圣的，你是要去耶路撒冷，我才不接待你。 OK， 所以他们中间是有这样子的矛盾的。好，请看下一页。好，九章五十四节，请念。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有可能雅各跟约翰已经跟耶稣三年了，最少两年了。好，这两个人耶稣不是就称呼他们雷子嘛，对不对？就是脾气很暴躁的那种人，对不对？有些人呢、突然间怎样比如说吃饭晚了就生气，拍桌子很生气这样子，然后性情是很刚烈，不是说不好，这可能是个性，但是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在神面前慢慢的让我们开始学习像耶稣的温柔谦卑。好，但是有这些的性情中人，他真的爱也是非常火热的啊，对不对？所以啊，雅各跟约翰他们两个兄弟，而且你看他们一家应该吵架的时候很可怕，对不对？对不对？就
因为不接待，所以他们就要吩咐。而且你看哦，他是对主说，你要我们吩咐火吗？就是啊，杀人这种事你不要做，我们来就好，我们来就好。你看这信心很大啊，你敢跟主说你要我吩咐火吗？你是吩咐得了哦，人家是有这个信心的好不好？虽然这信心错了，但是他们是对主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吗？诶，这很厉害诶，他们已经把自己因着他们知道耶稣是弥赛亚，诶，这两个都有去变相山哦，对不对？他们刚去过没多久，对不对？他们看到耶稣变出来那个很亮的样子，然后摩西跟以利亚那么的，因为耶稣是弥赛亚嘛，所以他们两个非常的敬拜的谦恭的态度，然后跟耶稣讲，我想哇，以利亚，哇，摩西耶，他们对耶稣讲，所以他们现在信心是很强的，而且他们知道了真实的启示，因为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知道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启示，所以他们的信心生命到这个是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问题是降下来烤个牛排就算了，是烧灭他们，这真的不大好，对不对？诶，当初以利亚降下来是什么？是把那个燔祭烧掉啊，就他们是要把火降下来把人烧掉啊，对啊，但是最少很有信心啦、啊、我们还是要看人家正面的部分嘛，对不对？我们哪一个人有吩咐过火下来的？我们只是发火而已，对不对？生气，对不对？他们也发火啊，而且他发火是真的发火啊，他预备去他们发火的决定去吩咐火啊，对不对？啊，我们只有发火、啊、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有圣灵的火，然后呢吩咐火除灭魔鬼的作为。好 ,OK, 所以呢耶稣怎么样？好啊，说得好，你们这些好徒弟，杀人是交给你们，那个小事就好人好人我来做，坏人你们做。当然不是这样啊，请看下一页。好，九章五十五节请念。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事实上耶稣可能感受到雅各约翰这两兄弟心里面有某些部分，然后呢耶稣说，你们的心怎样你们不知道，因为只有耶稣知道。对啊，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所以在跟他们教导他们。因为看似好像他们是为耶稣，可是这怎么可能是为耶稣呢？为耶稣杀人、对不对？好，所以请看下一页。好，九章五十六节请念。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耶稣的心是要祝福人的，就算他们不接待耶稣，就算一个人不信耶稣，你也不应该去诅咒他。但是你放心，神是公义的，时候到了，如果他们真的不要耶稣，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人在江湖飘，岂有不挨刀。好，总而言之就是人有罪债，罪债要还，要么自己还，要么老大替你还。我们选择老大替我们还，就是这样。那他们到时候自然会有神的时刻。好，所以呢，我们就是去传福音，就去祝福。然后我们耶稣来不是要灭人，是要救人，所以就去别的村庄了。好，请看下一页。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好，所以他们在路上的时候啊，就有一个人来跟耶稣说，耶稣耶稣啊，你去哪我都要跟从你，我要来跟从你。那耶稣怎么回答他呢？九章五十八节请念。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好，耶稣就说湖里是有洞住的，飞鸟也会有自己的窝，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有人就用这个经文说，你看耶稣超穷的，湖里都有洞，鸟有窝，耶稣连枕头都没有。你可以看清楚吗？人只是没有枕头的地方，不是没有枕头。而且我有平行经文，耶稣在船上枕着枕头睡觉，他哪里没有枕头？哦，枕头是借的。然后就在硬凹，因为有些人觉得基督徒要很穷，所以他们就用这个经文硬凹。这边在讲，你会发现狐狸的洞是他住的地方，飞鸟窝是他住的地方。耶稣在比喻说他很忙的到处服侍，没有一个固定住的地方。这个概念是什么？有一些人在世界各地旅行，他每次坐头等舱住五星级饭店，他都没有枕头的地方。他的意思是他没有一个固定住的地方，懂意思了吗？有没有这个经验？出去玩，然后那个时候你显然不在家里，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耶稣在说的事情是他没有一个固定住的地方。可是实际上我们之前查经过啊，他很可能在加百农有自己买房子啊，最少是租的啊，因为有经文说他那是他的家，那是耶稣的家。你家最少是你租的吧，不然就你买的嘛，不然是你家人给你的嘛，对不对？
那他们是一个穷苦小渔村的人，然后到附近的大城市买了房子，很励志吧？就这样啊。所以耶稣是有自己家，可是他到处传福音很忙，他不是穷到连枕头都没有。这个事工很有钱的，这个事工有钱到每天犹大那边偷钱，如果里面只有100块，偷一次不就没了？如果里面是几万 几十万的现金呢，抽2张3张是抓不到的，懂吗？可能搞不好更多，对不对？好，所以啊，耶稣在说的事情是他的服事是辛苦的，但是并不是说他是穷的。然后他还跟这个人说，你愿意付上代价吗？那你来跟从我，是这样子。好，再看下一页，耶稣又对另外一个人说，来跟从我吧，跟从我。然后呢，那个人却对耶稣说，主啊，先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然后呢，请看下一页，9章60节，没关系，不用念。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的道。前面是有一个人说他要跟从主，主说会有点辛苦哦，你要吗？让他想清楚。再来，耶稣呼召另外一个人，我相信这个人本来就是已经信了，所以耶稣说，你来跟我吧。你可以不跟，不跟耶稣到处去传福音，你信就好，也可以啊。59节提到，他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从我们中文的文法，你会以为他父亲死了，耶稣好残忍哦，连埋葬父亲都不让他埋葬。不是，他的意思是让我回家尽孝，等我爸爸死了我再来跟从你。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意思是他爸爸搞不好今年50岁，可能还要20年后，那耶稣都已经复活，然后又升天，然后又圣灵降下来，你都还没跟。所以这个经文不是说他爸爸死，你知道如果他爸爸死，他是不会在街上，他在手上，他在家里埋葬父母，懂意思吗？所以这个人的意思是让我回去尽孝吧，他不要现在跟从主。好，请看下一页。所以啊，这边任凭死人埋葬死人，前面的死人是没有信耶稣的人，不然两个死人是可以彼此埋葬，死人复活再埋葬啊，都复活还要埋葬。前面的死人是没信耶稣的死人，后面那个死人是也许真的死了，可是他爸爸也还没死啊。他的意思是说传福音是更重要的，没有信耶稣的话大家都是死人，都是一定会灭亡的死人，所以你要去传扬神的道，对不对？所以任凭死人埋葬死人，前面那个死人是灵性的死人，后面的死人不晓得真的死了没，但是总而言之要去传福音更重要。对，所以耶稣不是那么残忍，他爸爸死了不让他去埋葬，没这回事。正常来说爸爸死了不会出现在耶稣旁边，他就正在家里。 OK， 好，再来看下一页，61节，另外一个跟耶稣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那你很好笑耶，你为什么不先辞别的再来跟耶稣？你自己先跟耶稣我要跟从你，然后又说要去辞别，那是怎样？就永远不会回家了吗？你都已经来这里了，你是可以搭捷运回去哦，你家不了多远啊。你跟耶稣就跟吧，你不用担心，因为他可能以为，哦，跟耶稣我这辈子就再也不能回家了哦。没有啊，耶稣搞不好去你家探访，所以你不用先回去辞别来跟从主啊。而且你回去问家人，家人可能不许啊，对不对？所以主的意思不是不能够辞别，而是先后顺序是什么。好，请看下一页。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也很有名的，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好，你可能没什么感觉，在犁田是前面会有两只牛，对吧？那你要拿着那个犁，很像摩托车，对，还有点像。好，然后呢，当你在往后看的时候，你就会因为重心你会偏，然后那个犁就会歪掉。那你可能无法体会，你想象你在骑摩托车，你向后看这样就好，你就会犁田犁残，手扶的犁你就会犁残，不是手扶的犁向后看的你就会犁残，就会犁田。台湾弟兄姐妹，台湾人摔摩托车叫做犁残犁田。好，就是这个犁。 OK， 所以啊，其实手扶的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所以不要向后看。但是有谁配进神国？我们的生命够配进神国吗？我们不配。所以还是鼓励你骑摩托车不要向后看，对，请看前面，不然装个后照镜吧。诶，没办法装啊。好， OK， 所以啊，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我们没有人配进神国，但是我们确实要往定睛向前，手扶着犁就好好向前看。然后我们就算本来的我们不配进神国，可是因着耶稣我们可以越来越活出配进神国的身份。好，再来请看下一页。然后我们就回到同一个时间线，约翰福音7章10节，
耶稣上去过节，那也是我们下次要讲的内容。 OK， 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件事吗？无论你的人生现在怎么样，不要为什么今天很特别，就是一直就是觉得很想要为你没有被父母爱到的人祷告，连开场祷告我都在祷告这件事，所以我们现在会继续来祷告这件事。我把眼睛闭起来，就是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奉耶稣的名，上帝要再次的对你说，我爱你，对你有美好的计划。也许你的父亲，也许你的母亲不完美，或者是他很完美，但是他已经必须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上帝要对你说，我爱你，你需要的父爱母爱都可以从我这里找到。你要知道你是我最宝贵的儿子，最宝贵的女儿，上帝爱你，对你有美好的计划。主要帮助我们更多来认识你，来相信你，来知道你对我们那无条件的爱，然后我们可以把那无条件的爱深深的印在我们的里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并且舍命为我们成了赎价，然后我们大有盼望，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爱的，我们不是悲哀的，我们是被爱的。然后上帝非常的爱你，你生命大有盼望，被他爱，然后花时间来亲近他，让他引导你走向那美好的人生蓝图。谢谢耶稣，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站起来来做信仰宣言，打从心里来念一次，一二三，请。我相信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他胜过死亡，并且从死里复活。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因他流的宝血，我大大得福，蒙受极高的恩宠及深深被爱，我永远脱离疾病、灾害与死亡。耶稣如何，我在世上也如何。好，感谢主，请闭上你的双眼，打开你的双手，领受本周的祝福。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这么爱我们，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主，你用生命记28章的祝福来祝福我们，祝福我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居首不居尾，在上不在下。主，你使我们身所身、身处所下、地所产的都蒙福。主，你使我们所经手的各样事，无论我们手机、电脑上传下载的蒙福，使我们所做的功课、报告、作业，还有投资各样事都蒙福。也祝福我们的亲朋好友快快来信耶稣，他们要得着那一手的祝福。因着我们信耶稣，他们已经得着从我们来的福分，他们也要被保护，可是祝福他们快快来相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主啊，你继续的让我们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遇见对的人，做正确的事，看见你的神迹奇事，让我们懂得在个人灵修，在个人与你的关系里面被引导，然后看见神迹发生。谢谢主耶稣。主啊，谢谢你，你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无论我们任何人，你父母、你的家人如何，但是上帝说，我可以来满足、完成那一切的爱。我对你有美好的计划。谢谢主耶稣，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感动的交通，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大家一起说阿们。好，再来想邀请你跟我做一个祷告，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赦免你一切的罪，给你一个全新的盼望，可以让过去的一切失败跟一切的痛苦都过去，让耶稣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预备好了吗？等一下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哦。如果可以，你可以把眼睛闭上，让你说出来的话宣告出来，让你的心里完全相信，来看见上帝的荣耀。要开始咯。好，那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哦。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我邀请你，我邀请你住到我的心里，住到我的心里，做我的救主，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做我生命的主。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我的过去，我的过去都交在你的手中，都交在你的手中。我的未来，我的未来，那美好的未来，很美好的未来，也在你的手中，也在你的手中。亲爱的圣灵，亲爱的圣灵，请你现在来充满我，请你现在来充满我，来引导我的一生，来引导我的一生。谢谢你，谢谢你。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我相信你为我死，我相信你为我死，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为我复活，又为我复活。谢谢你，谢谢你。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差遣了耶稣，谢谢你差遣了耶稣。我所有一切的罪，我所有一切的罪，定罪，定罪，诅咒，诅咒，疾病，疾病，
死亡，死亡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阿爸天父，从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我回到你的家，我回到你的家，我是有父的人，我是有父的人，我是有家的人，我是有家的人，我大有盼望，我大有盼望。这样祷告，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